这也不是换线，他们要打一个卡莎上路。优哉这边是，哎，这一波回家的节奏很难受啊。过来，要被打一套，招闪了点，因为这边可莉的回过家。哎呦，打出电，哎，压了，死了。哎哎，最后一水，哦，还是乌鸦的，乌鸦这个突击的速度好快呀、啊，额外伤害是可以。可莉的直接闪，哎，这边过来，这个应该要死了。这个纵是有闪现的，赵信闪现直接粘，伤害打服了，跑起来了。这两波的话，其实京东的上野，我觉得哎，下路也打起来，这波前锋很危险，直接被秒。那明这里一个人能跑掉吗？还有闪现，还有闪现。下路本来就不好打，哎，又给这里京东的上路。哎，刚才这一波下路，下路好像是你主动先动手的吗？那不是吧，我感觉。我感觉这个位置的话，啊，第二连起来带敲晕，这波打得好。这波二连以后接控制接到了，来了这一波技能已经用过了 ，W 先给他二连，被控到了，哎哎，漂亮，哦、大招大招距离，熟悉的一幕，大招躲掉了对方的控制。但是明这里有闪现，他这边闪现嘲讽，一闪到了，这边要打女王，这边可能要死了。小明拿到人头，小虎也拍马赶到，这样的话京东也不敢做反打。看这波很多来了，看这波这边要动了。这里的话，牙膏先要一个闪现，但是没用啊，这个闪现其实白交的。这就是刚才我说，到达六级以后有一个质变的时间点，冰的，选择了强行炮车冰这波来越，这波看到了，这波怎么说？先把冰线吃了。哎，嘲讽给到了，这时候卡莎要杀卡莎，卡莎应该是跑不掉了。冰这边大招也是没有救下来悠哉。这里，哎呀，蹲到了，直接上去交红城。老牛有六级，这波怎么说？拉了一下，拉了一下，大招，伤了还是够的。哦，没有大招，没有大招。这波是知道牛头没有大招的，直接。如果这个位置卡莎更甚，你看小地图，一个人都要包过来了。逼走，这个怎么跑呀？这硬走啊，这怎么跑不掉的？这个太难跑了。这小地图，四个绿毛想动，这边是一个机会，有二连，哦呦，但是被赵鑫被扫了一下。这个大招放的非常狠。Loken，这里被小虎拉到，赵鑫要上了，但是牛头在冷静，他要放刀，小虎这边可能要死了，马修这边有大招了，马修拿了一个杀，这边被杀到，牛头进场了，这边连起了三个人。肩上的老牛、乌鸦、相信之王，又在这边想换 clean 的，但是并没有成功。这样的话是打成了一波二换三，这个不能再追了，这个优势的时间。对，而且赵先拿到优势的，赵信先被秒了，可以说。大招留住，然后直接牛头的这波闪 Q 很漂亮，赵信过来打出了尽可能多的伤害。龙魂这个位置也是直接，这边应该是四个人，直接太漂亮了。秒了，这边卡莎在旁边无压力输出，闪现过去以后，盲僧的反应也很快，配合着佐伊直接是斩杀掉了。到达六，赵信这边又被卡了，赵信这个位置有点危险，跑不回去了，赵信就两百了，赵信死掉了。那的话中塔应该有了，中路直接放。中路找机会反身一个大招定住，哎，掉了佐伊的水晶和闪现，那个机会吧，看一下麻辣香锅，但是被扫走了，这边打不过呀，是扫不到，这边又是个水银，这两个水银救命了，这两个水银确实是发挥效果了，哎，这波巴掌要这一波没有水银了，这里要死了，哎，哇，这里老牛救了一波，绿毛反应很快，打到，哎，要单杀了。没有的，这边是给到了一个大招，人员不整，四打五，要把强这边小虎的位置会不会有危险？直接开启金身，等待队友进场，这波进场了。乌鸦这边要开金身吧？哎，乌鸦直接被撸死了。哇，那这样的话，牙膏在侧翼的输出，看到了，盲僧在这里要被干扰到了，但是砍。哦，但是佐伊在旁边，再等，剑魔进场了，剑魔进场了。可莉的这边很尴尬，开启一个秒表，但是能跑掉吗？跑不掉，直接被麻辣拉到，大招被赵信拿下，麻辣香锅收掉，这边还要追牙膏，牙膏没有来，找出个闪现，但是被减速到了。下一个 Q， 一个 Q 已经过来，一个一，有没有？要被睡到了，被睡到了。楼肯复活赶过来，先打了一套小虎，但这个时候他的输出也是非常的有限，反而赵信这边马上要粘他了，赶紧跑。卡莎双秒表，剑魔卡莎双秒表，这个是。最大的容错率了，根本是没办法。看一下这波的电脑黑炮，想秒小虎，但是小虎这边是有金身的，他掉进去直接做金身。对，这波金身给的很漂亮。哎，这边又打起来了，纵。哦，切过来纵下炮车，太扎心了。解决不掉的话，就真的是三路要一起被推掉了。上路好多小虫子，中路大炮车，下路有个剑魔。这边要打上来，赵信这边开始大招自保，反正肯定直接被秒了。而且大炮车还活着，这样的话中路的高地塔已经被推掉了，同时被破了，甚至有可能一波。没有盲僧，自他在下路，现在这边有点无敌。下路要开团了，这边卡莎进场，
先杀谁？哇，这边路线已经被秒了，唯一的一个输出点。马尔扎，你在顶塔，小虎，你在顶塔呀！我开始进行躲下塔的筹划，这边有没有人帮忙挡一下？来了，卡莎要被卡莎收掉了。哎，查一下，卡莎这边开始的金身，用在第三杀了，还想玩小虎，但并没有成功。四杀，哇！有一个前面先行阵亡的可莉的阻止了这波悠哉的五杀。是的，但不管怎么说，这场比赛以2NG 式的打法获得了最后的胜利。确实打得严丝合缝，我觉得这场比赛只能说 RNG 这种相对传统的打法打得严丝合缝，没有给京东太多的机会。在这种阵容本来中后期就有优势的情况下，前期首先他们没有犯错，然后中期又没有给机会，后期又贼稳，抓住一个 ADC， 然后我再打大龙，前中后期 RNG 处理都非常的完美。我觉得京东 Gaming 选择了一套比较拼的阵容，他们这个阵容需要在中前期累积足够的优势，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RNG 中前期做的确实有点好。其实京东这个阵容是当下版本比较强势的一个阵容，特别是中野的一个选择。